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介绍这两个二，还有二，还有二，这两个卷舌音呢，在英文有很特殊的地位。它基本上呢，会告诉你，只要是 a e i o u 呢，它原先是念成 a e i o u a a e r， 对不对？如果它发成啊加 r 的话，就好玩了哟。你会发现啊，他们是五兄弟，好五姐妹这样子哈。啊，为什么老师这样讲？他们就是一个家族。那我们常常在发二的时候，会考虑它到底要发重二还是轻二，对不对？啊，重二还是轻二？好，我们首先要来认识一下这些人啊。首先，老大是 AR 最不乖 ，AR 他就会发 R 音，像什么公园 Park， 对不对 ？R， 好，所以不管啊，最叛逆。接下来呢，这些就是老一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。他们 就很顺从，所以他们呢通常呢在字中的时候就会发啊二重二，在字尾的时候呢就会发轻二啊轻二，这个时候就是二的由来了，轻二的由来了。为什么老师怎么说呢？啊在字中轻二，你看哦，比如说像啊 b i r d bird， 对不对 ？n u r s Nurse, OK, S, E, Nurse, 对不对？啊 ，Nurse， 跟老师念 Bird, Nurse, Nurse， 啊，然后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耳呢，啊，这个在剧中都是这样啊。我们说 Parker, 啊 ，Doctor, 啊，那个待会再讲好了啊。那字尾是耳，这个时候就你会发现啊，他们不管这些字尾如果放字中的话，它都是发重耳啊。啊然后 P E R C H perch 啊，有抓到哈。然后啊、都是念中耳啊。可是呢，这五个如果都放在句尾的话，会自动变成短耳啊。譬如说，来跟老师念 Doctor Teacher Scholar。你如果没有念成轻音，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你看哦，好，我们听一下。如果我们重音，如果念重音变得很奇怪啊 ，Doctor，Teacher， 你 Teacher 好奇怪啊，Scholar 没有这样念吧？啊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个的音其实很固定。它在字中呢，除了 AR 之外，其他都是发重 R。在句尾的字尾的时候，如果是 AR 音，全部一律发短 R。这就是那个卷舌音的由来啊，大概就这样抓就可以了。这样 OK 了哈，那我们先教到这边 ，OK。